熟悉的场面，熟悉的美女，你冇估错啊，又是夜蒲三啊！天南开腔砸老懒，夜蒲女直击撞船啊！前晚在老懒拍屋顶，开腔的开腔，晒腿的晒腿，仲有人哇！小姐你边位啊？戏中系做丑角咯，咁就叫做拍拍啫，唔知拍过好下。哦，角色需要啫。咁呢只窿咗嘅春卷，唔通都系角色需要？错，系之前出海晒伤啊。不过伤嘅点止春卷啊，架游艇仲撞花咗啊。有全监制伍建雄仲同人大打出手添。不是因为三色游艇是近排啦，咁你知嗰啲浪有时咁咧，你黑晒咗，你船主船夫咪喺度做咯。唉，好烦你拍呢啲。话冇打人，亦都唔使赔钱喎、啊。不过就吓亲班夜蒲女咯。都惊噶，因为大只女女都周身纹身噶，我会多难。系啊系啊，唔系真系打交嘅，有少少推撞咁样咯。即系当时佢系一推个就。即係佢就有個人撞咗喺我隔離啦，咁樣跟住啲工作人員好快就即刻即係將我哋分開咗，咁帶咗我哋去船嘅另外一個部分嗰度。唉，未開拍就揸大遲演，開拍冇耐就出意外，真係一波三折啊！